他是一位平庸的皇子，但却幸运地成为了清朝的第七位皇帝。他是清朝唯一一位由禅让而继位的皇帝。他的一生勤政、勤学、勤俭，是一位仁慈的皇帝，也是一位平庸的皇帝。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平庸的皇帝，却做出了惊人之举，惩办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至今仍为后人传颂。究竟平庸的嘉庆皇帝有着怎样的性格？大贪官和珅为何深得乾隆的宠幸？乾隆、嘉庆、和珅，他们之间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引领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平庸的嘉庆皇帝，揭开嘉庆皇帝诛杀贪官和珅的重重迷雾。精彩内容败之事，这些难题威使嘉庆面临严峻的考验，而嘉庆也因此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位起到转折作用的帝王。如果嘉庆能够兴利除弊，解决危机，那么大清王朝将继续康雍乾盛世的繁荣。如果他无力解决这些社会危机，那么大清王朝也就要从他开始走向衰败。此时的嘉庆成为了决定大清王朝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位皇帝。乾隆退位之后，嘉庆继位。嘉庆从乾隆手里头接下的是盛世下的危机。乾隆60年9月初3，乾隆在圆明园的清政殿宣布，明年正月初1，他上位，由皇十五子永琰，就是嘉庆，继位。嘉庆元年正月初1，在太和殿，乾隆亲自御殿举行乾隆退位、嘉庆登基大典。但是乾隆还是做太上皇，太上皇训政，本来应该乾隆搬到宁寿宫，但是乾隆没搬，还住在养心殿。嘉庆呢，就住在雨庆宫，乾隆给他起个名字叫继德堂。这个时候乾隆还御殿接受百官朝贺，当时的年号有2个，在宫廷里面
皇帝的年号是乾隆，外面各省年号用的是嘉庆。本来在嘉庆之前呢，乾隆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皇太子叫永琏，是皇后富察氏生的，乾隆很喜欢，就册立永琏为皇太子，书写了立储的密旨，就收藏在乾清宫的那个正大光明匾的后面。但是永琏活了九岁就死了，于是乾隆又立第二个皇太子叫永宗。永宗福费也不够，立了两年就得病夭亡。后来乾隆才立了第三个皇太子，就是皇十五子嘉庆。乾隆立嘉庆就是立永琏做皇太子，一个呢是他年龄稍微大一点，接受原来两个皇太子死得过早的这个教训，还有一个原因呢，就嘉庆这个为人比较仁厚，性格比较宽厚，所以后来嘉庆死了之后啊，他叫清仁宗，突出一个仁字。嘉庆朝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嘉庆是清朝第七个皇帝，入关以后第五个皇帝。他怎么承上启下呢？嘉庆啊，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域，四征不停，魁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面是鸦片战争，签订条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道贤衰世。在这样一个时代，嘉庆是个什么性格的？一方面他仁厚，另一方面他平庸。我说嘉庆性格的特点两个字，平庸。可以说嘉庆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这个平庸皇帝继位之后面临着许多社会危机，对嘉庆来说最紧迫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和珅问题。因为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还有其他的影视作品，和珅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所以我讲嘉庆的危机的时候先从和珅说起。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其人，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和珅，字志斋，满洲正红旗人，初为少贫无疾的普通官生。乾隆三十七年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皇帝教坊的小侍卫。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和珅逐渐由一个小侍卫一跃成为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在太上皇乾隆训政期间，和珅更成为出纳帝命、统帅百僚、宗理朝政、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和珅当政期间，明目张胆的买毒营私、巧取豪夺，成为乾隆中后期官场贪污之风盛行的源头。这个和珅呢，影视作品、报刊文章对他的炒作是沸沸扬扬。和珅有没有这个人，历史上是确有其人，但是和珅的真实形象和影视作品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影视作品描绘和珅是油头滑脑、阿谀奉迎、不学无术、耍尽阴谋，可以说是一个奸佞小人、奸臣。清史说和珅呢，这八个字叫少贫无忌、微文生源。小时候家里穷，少贫无忌，微文生源，他是一个学生。和珅既不是出生于名门贵族，又没有进士的学历，这么一个人怎么能爬到朝廷里面皇帝之下、重臣之上一个最高的位置？这个谜怎么解释？所以下面呢，我就要说一下和珅受宠之谜。我想啊，和珅受宠的原因主要的有三条。第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啊，他属于满洲正红旗，原来家里住在西直门里那个驴肉胡同，他父亲曾经做过福建那个副的都统。他小时候念书呢，就在皇宫的那个咸安宫官学念书，受到了比较好的儒家的教育。他出生那年呢是乾隆十一年，他比乾隆小31岁。和珅参加顺天府乡试考试，考举人，没考中，所以和珅没有学历啊，连个举人都不是啊，考进士根本没有资格了。哎，他是满洲出身，满洲正红旗，所以就到了宫廷当个侍卫，这个出身很重要，没有这个出身你不可能到宫廷当侍卫。那乾隆的侍卫数以千计啊，为什么和珅能够爬到权力的顶峰啊？这个和珅呢，是聪明机敏。我讲三个例子，也是三个故事。第一个，薛福成《雍安笔记》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啊，这个乾隆出巡，这个仪仗的那个黄的伞盖呀、临时找不到。乾隆既着急又生气，问这怎么回事啊？手下这人呢，就吓得不得了，因为这有杀头之罪啊，谁也不敢回答。正在这个时候，和珅说：“管此事者，负此责任。”乾隆一看，这个小青年很明快的回答问题啊，就注意了和珅。第二，清朝野史大观里头记载，有一次乾隆出去，
坐着轿子，啊，一面轿子行进，乾隆一面就在轿子上背《论语》，咿咿呀呀来的背，背背呢就忘了，接不下去了。和珅呢就在轿子旁边跟着跑，因为他是侍卫啊。他一看乾隆背不下去，他马上就接着往下背。乾隆一看这个小侍卫啊，因为他二十几岁嘛，说这小侍卫挺聪明的，就对和珅加以注意。第三一个例子呢，叫做《归晕史·建温杂记》记载，说这个乾隆啊，出巡，他喜欢坐一种骡子拉的那个小轿车，既轻便又迅速，每十里地换一个骡子，因为它快呀。和珅呢是侍卫啊，就跟着这小骡车就跑。这路上呢，这个乾隆就看着这个小侍卫啊跟着跑啊，很热情啊，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和珅。”念过书没有啊？他说念过。下过场没有啊？考试过没有啊？都参加过顺天府的乡试。考得怎么样？没考中。那你那场考题是什么呢？他说是什么考题？你还记得不？他说我记得。那你背我听听。哇哇哇，从头到尾就背下来。乾隆说啊，说你这个考题啊，做着文章啊，应该是中了，考中了，夸奖了几句。乾隆对和珅呢就格外的加以注意。我上面讲那三个小的故事，我们没有必要考证是不是确有其事，什么时候有这事，不必要考证，但是说明一个问题，这是和珅发迹的一个起点，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是第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但这只是起点呢，还有后来的发展。就是这点点滴滴的小事中，使得聪明伶俐、干练潇洒的和珅越来越受到乾隆皇帝的器重。野史和笔记中的这些记载，是他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的机缘。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第二，做事干练，精于权术。和珅这个人啊，聪明能干。我看了朝鲜人的记载，英国人的记载，都说和珅办事很得体，很谦和，处理问题又很果断。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乾隆的时候，在西藏那儿呢有个战争，就是反击库尔喀侵略的战争，库尔喀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军报往来频繁，乾隆的谕旨呢也一次一次的下达。乾隆自己呀、会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等，所以乾隆发的这个谕旨呢，对达赖喇嘛就用藏文，对蒙古族的大员用蒙古文，对藏族的大员用藏文，对汉族的大员用汉文等等。军令下去之后啊，有些人懂藏文的不懂蒙古文，懂蒙古文的不懂藏文，但是和珅汉文、满文、蒙文、藏文都懂。起草谕旨的时候，和珅文字都行，需要把这个谕旨下用不同的语言下达的时候，和珅都能翻译。乾隆说啊，说大臣当中几种语言都能够通达的，就是和珅。
这样就得到了乾隆的赏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当时的大学士云贵总督叫李世尧，他有比尔告发他贪污，乾隆就派和珅到云南去查这案子。李世尧啊，大学士兼云贵总督啊，听说和珅要来办查案子啊，事先做了周密准备，也准备隆重来接待他。和珅到了云南之后没有见李世尧，先把李世尧的管家抓了，抓完了以后就从这找口供，一下就把李世尧贪污的这个底子啊罪状就摸住了。李世尧在这个铁证面前呢不得不认罪。这件事情从开始到最后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大学士云贵总督给扳倒了，事情做得很干练也很漂亮，得到乾隆的赏识。案子完了，乾隆就让他做户部尚书，这是一面呢，还有一面呢，啊，对和珅不利的事情，他也有办法。有一个官员，就告发，说这个和珅呢，他家里一个人叫刘全，这个人是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就准备正式来向朝廷告发。和珅有耳目。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提前先从乾隆那儿做了底，最后查的结果没有查实，告发的官员反倒受了处分。还有一个官员告发山东的一个大员有问题，和珅事先也得到了消息，事先通知这个山东的大员，不是府库亏空吗？借的银子都给你摆好了，一查银子一两不少。弹劾的那个官员呢，反倒受了处分。和珅呢，他用了很多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电视剧和这个小说里面，经常提到。就是刘墉和纪晓岚这两个人都是确有其人，但是不完全像电视剧演那样。和珅的位置我刚才讲了，官做到极品了，同列的大学士比如说阿贵比如说王杰，对和珅虽然内心不满但是都客气三分。和珅做四库全书的正总裁，纪晓岚是里面的一个很负责一个人，这些人是不是敢当面顶撞和珅？我想当时不可能。我讲一个事情，和珅做官30年从来没有正式有一个弹劾的奏章上到皇帝那儿，就有一部分是有，但是和珅给拦了，给拦了。哎，因为他有一个禄赋，军机处有个禄赋，凡是奏章他是有个留个底子，他知道以后事先就处理了。所以刘墉也好，纪晓岚也好，公开的那么给和珅去对立，去反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官场情况下，大概是不容易的。这有一个小的故事了，就是和珅呢，有一次在军机处里，在军机处里头呢，就是他拿了一个水墨的画轴，
这王杰呢，王杰是大学士，状元啊，王杰是状元宰相，资历也很老。他见了这个和珅拿这个水墨画画轴啊，就说了一句话：“如此贪墨，水墨画不是贪墨吗？”就是暗着讽刺一下和珅。做到王爷这样大学士都不敢直面顶撞和珅，和珅就跟王爷说啊：“啊，说你这个手啊。”是这个状元宰相的手啊。王杰说什么呢？说我这个手啊只能做状元宰相啊，不能找钱呢、啊、就不能搂钱呢、啊、这也还都是比较隐晦的半开玩笑的这么这么说。一般的人公开顶撞是早就给你处理掉了。和珅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对于那些正直的大臣，总是加以排挤和打击。领班军机大臣阿贵出将入相，德高望重。和珅一直心存妒忌，总想将他扳倒。清史稿记载，和珅执政大权愈久，对皇上的心思揣摩得愈透，他就借此来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却尽量帮忙打马虎眼，或者故意把事情拖住不办，等皇帝慢慢的消了火气，再大的事也就不了了知了。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到了晚年愈发得意骄傲，把自己称之为十全老人。他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和珅展现了自己逢迎拍马的本领，哄得乾隆皇帝龙心大悦，自然对和珅宠爱有加。第三，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联姻皇赏。第三呢，联姻皇室，投上所好，这应该是和珅发迹一个关键因素。乾隆65岁得了一个小千金皇室公主，第十个公主，爱如掌上明珠啊！65岁得个宝贝闺女，而且这个闺女啊，长得特别像乾隆。乾隆就说：“你呀，就是个女儿啊！你要是个男孩子啊，我一定立你做皇太子，将来让你继位。”乾隆把这个掌上明珠皇室公主指配给和珅的儿子。和珅的儿子呢，乾隆给起了名字叫丰绅殷德。这个事情不得了啊，和珅有原来和乾隆是主奴关系，君臣关系，这一下子呢就变成了儿女亲家关系。天龙就变成了和珅的保护伞。仅有这一点也还不够，和珅善于投上所好。这个乾隆这个皇室公主啊，14岁正式下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送贺礼的呀，送彩礼的呀，长队呀，不止千人。领班军机大臣阿贵德高望重，
历来不送礼，也给这个新婚的公主啊去送去贵重的礼品，其他人巴结那就不在话下了。和珅和乾隆结成二女亲家，又投乾隆之所好。第一，大家知道乾隆好作诗啊，一生做了40000多首诗啊。乾隆说他每天吃了晚饭之后，他就琢磨这诗作诗。和珅知道乾隆喜欢诗，他自己也学诗写诗。和珅的诗写的还可以，否则你不能和乾隆交流啊，不能和乾隆对话呀。他和乾隆贺诗，哎，乾隆做一句他贺一句，哎，和乾隆啊论诗品画，这是一。第二呢，就是乾隆喜欢书法，这个大家都知道，到处题字。乾隆的字写得不错，和珅呢就练字练书法，而且学着乾隆字来练。他写那字啊，酷似乾隆的字，可以乱真。乾隆有一些那个题的匾额呀，就用和珅代笔。现在咱们第一历史档案馆还留下了和珅的这个笔记，和乾隆那个字几乎是难分难辨。第三，乾隆崇奉佛教、喇嘛教，乾隆自己画像还有佛装的像。乾隆对佛教经典很有研究啊。乾隆啊，下命令把藏文的大藏经、汉文的大藏经翻译成满文大藏经，正式刻印出版。和珅呢，也研究佛家经典。有一本书记载说，和珅和乾隆修持密宗，这个也是很重要。第四，和珅满足乾隆的奢望，乾隆岁数大之后啊，好享受，讲台上大兴土木，80岁的生日时候过万寿节，六下江南修的新宫30座，过大寿的时候从西直门到清漪园，现在颐和园，沿街两头张灯结彩，要花钱呐、啊，这钱哪来呀、啊？和珅兼户部尚书给找钱，通过各种手段敛钱，两淮的盐乡要贡献，各省总督巡抚等大员要进献，京官3品以上的要进献，还发明一个办法叫易罪银，官得罪了，哎，发钱，以钱来代刑，少则几千两银子，多则几十万两银子，通过各种渠道把黄金白银源源不断的到北京，不通过户部的库，
到了内务府，直接归乾隆支配，满足乾隆这种豪奢的腐化的这个生活。所以乾隆是很喜欢和珅的，用得上，信得过，离不开。有人说，和珅的一部《发家史》是中国古代官场贪污的一个缩影。乾隆皇帝应当算是一个明君，对于和珅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一无所知。可是和珅这官呢，是年年高升，步步高升。尚书，说到户部尚书、吏部尚书，还兼着理藩院尚书。他自己连个举人都没考中啊！殿试读卷官。殿试啊，考状元啊，考进士啊，阅卷，日讲起居住官，国子监祭酒，太学的校长，他还是呢，四库全书的正总裁。石经馆的这个正总裁，大家看过孔庙啊，不是有十三经的刻碑吗？当时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啊，那个事情经营的正总裁是和珅，他还是国史馆的正总裁，还监管太医院。御药房他也管，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我说他有九个大：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议政大臣、镶蓝旗领侍卫内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府大学士，大家想想看，一个官就不得了啊！做到军机大臣，一个官就不得了啊！内务府大臣是内务府总管啊，九个官。那三个尚书都不在话下了，还兼着九门提督啊，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啊，还兼着这个出门的这个税务监督啊，出门收税的。说这个和珅的官呢，我看从清太祖弄哈赤以来，到宣统之前，空前绝后。和珅呢，他的官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有爵位呢，还有公爵啊，公侯伯子能公爵。左传上有一句话叫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和珅依靠乾隆，官阶扶摇直上，那么乾隆一死呢，君以此终啊，那你倒霉这天就到了。所以和珅在步步扶摇直上的时候，也是在一锹一锹的挖他自己的坟墓。他权力到了顶峰的时候，也是他要进坟墓的时候。和珅权力登峰造极之日，就是他兴疆入土之时。
所以乾隆一死呢，嘉庆就要收拾和珅了。下一讲呢，要讲一下这个嘉庆啊怎么收拾和珅。公元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已是不惑之年的嘉庆开始亲理朝政。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办理乾隆大丧。然而就在大丧期间，嘉庆断然采取措施惩治贪官和珅，举朝上下大为震惊。嘉庆对和珅的惩治动作迅速，干净利落，这是嘉庆一生处理重大政治事件最为精彩的一笔。究竟嘉庆皇帝为何如此仇恨和珅？他又是如何采取计谋扳倒乾隆的宠臣和珅？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百家讲坛·清十二帝一案之嘉庆》。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当我们步入老年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了解自己、认识自己？首都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专家杨凤池将和您聊一聊谁知老人心。